举行的时尚派对可说是星光熠熠，几乎半个圈内人都来站台，不仅有前 Winner 成员南泰炫，还有 Red Velvet 的 Irene 和社旗，东方整齐的昌明， SO 成员世勋惨烈。身为 SO 中时尚代表的两人，一黑一灰的帅气造型，吸睛满满，潮范十足。这样的时尚场合当然少不了我们的允儿，她穿的大衣内搭红色长裙，展现不一样的时尚美，尤其那巴掌大的小脸和五官令人赞叹。演员南柱赫也久违亮相，高挑的身材，霸气的 model 范迷倒众人。 BLACKPINK 金智秀和金智妮压轴亮相，两人一直都是时装热门话题人物，今天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。虽然首尔天气已经跌至零下，但他们依旧大秀美腿，吸引无数闪光灯。时尚虽然重要，但是也要小心感冒哦。